他比我轻那么多，还是很怕胖，但是又想吃甜品，所以这道甜品快让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今天用到的是北海牧场乳酪布丁味酸奶，零蔗糖，一杯只有60卡，每一杯都发酵4-5个小时，更适合这道甜品。一层芋泥，一层紫薯，一层红薯叠起来，在外面抹上一层浓郁的北海牧场乳酪布丁味酸奶，用水果装饰一下，健康美味还不胖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上次一不小心暴露了厨艺之后，我的朋友天天都想来家里蹭饭，所以今天就是好朋友一定要学的电饭煲卤味。底部铺上葱姜蒜，放上焯过水的食材，鸡蛋也要来几个，配料有点多，但是这样子味道好呀。都打在屏幕上了，记得要收藏哦。按下厨房键60分钟，一份简单的电饭煲卤味就做好啦。像我们这样的朋友，当然要喝真有味道原瓶原装欧洲进口的超级波克啤酒啦。拉环式设计，再不怕有人说没有起子赖酒了，快做给你的好朋友吃吧。马上快过年了，年夜饭做一道这样的爽口小凉菜，比大鱼大肉还要好吃。皮蛋用线切成4瓣，黄瓜拍碎，再切小块，放入碗中，加焯好水的腐竹木耳、蒜末、小米辣、盐、白糖、生抽、陈醋、花生米、香菜，好吃的关键多到了油泼辣子。左手抓拌均匀，放在皮蛋上摆盘，酸辣爽口，好吃到停不下来，是不是很简单呀？赶紧给家做起来吧！饭帮我多装一点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香菇滑鸡减脂餐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。加入屏幕上的调料，想要超脆的口感，淀粉不能少。抓匀加入泡好的香菇，香菇滑鸡好了，来处理一下米饭。减脂鸡也是可以吃饭的，但是要选对。九阳清养藜麦轻食杂粮伴侣，由专业营养师科学配比12种粗粮食材，最方便的就是不用提前泡它。Q 弹的米饭加上嫩滑的鸡腿肉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我打牛肉饭，没有男朋友的请自行动手，又是一碗只要有手就能做的饭。牛肉加入这些调料腌制会变得更加的嫩滑，最关键的就是酱料的比例，只要做对了比例，怎么做都会好吃。牛水的比例是1:2，全程开小火，沿着砂锅的边缘淋上一圈油，最后打上一个无菌蛋，淋上酱汁，蛋黄流心，牛肉嫩滑的窝蛋牛肉堡就做好了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一块红糖做出2种对象无法拒绝的小丸子，糯米粉少量多次的加入温水揉成团，揪下一块搓成小丸子，煮的时候要注意水开再下锅，过一下冷水，口感会更 Q 弹。牙签先烫一下，均匀的撒上一层黄豆粉，穿成一个个小串。这一波红糖可以熬多一点，因为后面还要再做一碗。把粘稠的红糖淋在小丸子上，剩下的小丸子直接加到剩下的红糖里，撒上芝麻拌一拌。同样的食材做出了2种不一样的口感，赶快给你对象安排起来吧。这一缸都要吃完哦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金丝牛肉饭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。腌制牛肉的配方打在屏幕上了，记得要截图保存。我觉得情话再美也不能单饭吃呀，还是煮点饭实在。铺上满满一层牛肉，倒上一整包大菜，一道菜都不要，我就能吃完一缸的牛肉饭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你们发现了吗？我这个科技感满满的九阳蒸汽电饭煲，蒸汽蒸出来的米饭更香，口感更好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午餐肉米饼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把掏出来的午餐肉切成丁，
我觉得不管是晴天、阴天、雨天，都无论和你一起吃饭聊天。把拌好的米饭放进肉筐里，小火慢煎，煎至两面凝固。喜欢吃微焦的，可以煎久一点。淋上一点沙拉酱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我不允许你们不知道这一种牛肉的吃法，真的太好吃了。加点蛋清可以让牛肉变得更加的嫩滑。调料很简单，豆瓣酱和火锅底料。先把配菜捞熟，倒进锅里打底，再来一点豆腐，用油激发出香气。这杯饮料有个很好听的名字，梅牛烦恼。大晚上的时候看到这一锅，谁不迷糊啊？裹满汤汁的牛肉特别的嫩滑，你要不要也来一碗？猫在家里就想吃点好做又好吃的。今天给大家推荐我新种草的康师傅手擀面，简单美味，即使是厨房小白也能用它煮出好吃的面条。首先往锅里倒入600毫升清水，把面米放进锅里，盖上锅盖煮三分钟。三分钟到了，我们掀起锅盖，把面条轻轻调散，加入熬制的高汤包和调理包，把青菜和鸡蛋放进去，盖上盖子再煮三分钟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面条煮了这么久还是特别的筋道，筋道爽口的面条搭配暖暖鲜浓的高汤。如果你也心动了，那就赶快把这碗康师傅手擀面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